继天骏3A 同3B 热卖之后，月月有楼卖嘅新地推出年度压轴大盘东涌东环。新地副董事总经理雷霆指，项目嘅首期有1400伙，面积400至650平方尺，会尽快上载楼书，有机会月内开售。间隔包括咧多类型嘅单位，我相信咧系可以咧吸纳咧不同嘅客源，包括咧首次置业啦、换楼客啦，同埋投资客。特别咧，大家知道咧同区咧，因为咧有多项嘅大型基建咧系展开，亦都系邻近机场，所以咧系有庞大嘅租务市场嚟支持嘅。我相信咧稍后咧会系吸引唔少系买嚟收租嘅客人咧，系会购入我呢个东环嘅单位嘅。项目因为受批地条款所限，分层户最大600多尺，间隔以1房至3房开积。近期大家都睇到啦，咁系的确系，如果系细单位系或者银码细啲嘅咧，的确系个销情咧系较为理想嘅。佢仲话市位定价等将稍后公布。